扩大你们上厕所是不是？我们一定一起去，我们基本上做什么都一起。这水那个蹲下，另外一个也要蹲下。对对，另外一个要深蹲。就是你想要站我们中间了，那你想要？就身体本身的违反人体工学，就是我们的脊椎一定是歪的，因为我们是粘在侧腰的部分，所以正常人的侧腰是凹进去的，可是我们必须要让它粘在一起，所以一个人会往这里，一个人往这里，对。他唯一不舒服。对，我一直帮他集中。他的手永远放在我胸部上。你们会大小不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把这加到戏里面。你卖的一直坑你歪。加一直撸一直撸，我讲大细边，所以他去扩大你们上厕所是不是？我们一定一起去，我们基本上做什么都一起。这水那个蹲下，另外一个也要蹲下。对对，另外一个要深蹲。这是同一间吗？厕所？对，同一间。上厕所的时候会有帮对方进卫生间，如果他在蹲点的话，哇，只要想过这个，其实擦屁股，擦屁股自己 OK。可是卫生纸基本上一定是他拿，因为他在我后面，除非我要拿的话，我一定把他推开。可是不会害羞吗？比如说有时候大姨妈来，我觉得女生好像对这个容忍没有，我觉得是我们两个真的吗？我很多朋友是不愿意跟我一起进厕所的，换个衣服他也不要，可是他不是，我们两个就很自在，一进去就而且我们很习惯互相裸体。那你有没有特地去请教阿姨？有，他其实给我很大的鼓励，他不管是他都会先看我剧本，然后告诉我要怎么去诠释，然后或者是台语怎么讲。他很可爱的一点是因为我现在拍戏，然后我们连在一起很热，他就去订了一个电风扇，专门吹脸的那一种，还可以一个分我的，对，然后一个分他，然后还去买了一个电子暖暖包系在腰上，说之后冬天可以用到，然后经痛什么的，然后他也帮我订了一张演员椅。要确定我们坐得下只有我没有理由。所以你跟男友在家里会先演过？他会演给我看，但是我有点没办法过那个心魔演给他看，因为我演给他看，他就会给我一个很真实的反应，就是你这样演戏不行，或是怎么样，我就会那个挫折感更重，我就会哭。我不要演给你看，我不要。我觉得不会排斥，但我会压力很大。心魔不行。因为我们两个是连体婴，他自己是正经，他有他可能以后可以来拯救我。如果我在一个地狱里面，如果他是拯救我的，那我就是。一二三，快速站起来！哎，这个，站好。对。